开玩笑，我们现在是开玩笑。可是真的剧情要去，你写的死法是什么？我爸你拿了我的鞋垫，我两个鞋垫都没了。你拿了我两个鞋垫。周杰伦不是音乐家吗？你说周杰伦是音乐家有没有？你说黄妙不黄？因为只有火的人才可以。我跟你说，如果网上因为这个你们说这句话有人黑我，我就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！你们他的粉丝，你们小心！欺负我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没有，欺负我没有，我不要，我不屑，我不用。这只鸡，在踏进这个地方，我就。抖音。